升级已经准备好，可是你俩事不宜迟，那就先给我升级。又四分五裂了，不如再加辅助试试。梅林，你的提议似乎起作用了，加强能量，提升防御。也是一种升级方式啊。太好了，快给我们升级。这种方法好是好，就是很危险。只要能变强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跳跳，给我们升级吧。灯发现爆破，似乎已经丧失作战能力了。那也不能掉以轻心，除去他。启动超音速飞行。失去目标，失去目标。疼。爆破已全毁，需要修复。没用的废铁，要塞计划又得拖后。不过，愚蠢的动车侠一定还在为失去同伴而伤心的，像只小白兔。也有可能再升级。那正好，人类有句老话，趁他病要他命，行动。小雨，铁拳的升级进度情况还有50秒。哼，无人机首领的超音速飞行波是剽窃了我们的技术。无耻。头，他朝创新中心的方向飞来了。更确切地说，应该是动力实验室。马上通知动车侠小队。让人类感受47朵的滋味吧。
哦，红箭，数据正在传输，需要几分钟。你们会进入一个几乎没有时间流动的精神世界。你们要坚持下去。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几分钟吗？为什么只过去0.01秒？这里的时间几乎没有流动。好，看来不眠不休打上几年了。他们来说很漫长。过去多久了？几个月了。起来，起来！站起来，重新站起来！西伯志愿者，别忘了，你们在保护神，想要拯救什么？对你们来说，无可替代的是谁？地球的未来交给你们了。我成了！这里，打起精神来！形势严峻，我们必须争分夺秒。是。
向我保证，我还能恢复原样。我发誓。用数字数据为体表施加无色透明的电磁迷彩效果，会让你更加美丽。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搞定，千万别眨眼。脚不见了，腿呢？头，新的 AI 系统已经准备就绪，居民生活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多亏我们未雨绸缪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就怕掠夺最近会启动那个毁灭性武器。报告，阳光城阳控制系统连接完成。工业区、医疗区准备就绪。大家辛苦了。太空轨道交通已全部停运，护卫队随时待命。耶，成功了！好，有了它就能逃过天空的眼睛了。我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。咱趁机做点文章。什么样？愁死了。乔乔，准备好了吗？妈妈，你看。星空失控，必须去星空的中央系统才能关闭。那里就算布满了陷阱，我们也不怕。我们知道觉醒后的星空根本不是程序能关掉的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有我这个倔强的老古董在，放心吧。小凯，备用 AI 程序启动。是。关闭星空行动启动。守护文明，有天下之计。寂静的有点可怕。小兔，走。怎么一个敌人也没看见？这还用问？他们看不见我们，我们也看不见他们。您能看见我们吗？我还没老眼昏花呢。他们几个简直是天才，一下子就找到了关闭星空的主线路。新的 AI 系统还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启动？最快15分钟。需要你的肯定。不对，是旁边那根
梅林果然是图画实际的天才。大家有什么感觉吗？这里一定很久没打扫了，我美丽的肌肤感觉到了粉尘。哎呀，我的脸！好像在晃动，监控器也在晃动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跳跳，还需要多久？妈妈，还需要十分钟才行。注意警戒！危险，主机碎开了，他在毁掉星空。计划取消，动车下小队立即撤离。大夫，谢谢你，我一点也不怕，就知道还在里面。我可不是被吓到的，离开这里。臭小子还不错，谢谢了。可怜的女孩，头头啊！启动新的 AI 系统。速度赶往发射管道的分歧点，不然就回不了地球了。紧急事故保护墙已经启动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。火眼金睛，救援地点，太好了！上天绝不会抛弃勇敢的战士。得救了。